抓木机是一种重要的工程机械设备，它可以在森林、港口、工地等场所发挥重要作用。那么抓木机多少钱一台呢？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用户都非常关心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抓木机多少钱一台取决于不同的品牌、不同的型号、不同的配置等因素。一般来说，品质好点的、售后有保障的，价格都在20万以上。但是如果用户对抓木机的品质要求不高，或者预算比较少，也可以选择价格在10万左右的二手抓木机。当然，除了价格因素外，选择抓木机时还需要考虑其性能、质量、操作方便性等因素。建议用户在购买前可以前往当地挖机经销商处进行实地考察，或者咨询专业的挖机师傅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抓木机。